脾气，甲这个业力呢，足有关系。你过去那无安尼一直分析，无安尼一直做作啦，迄、那个以前的精致伫迄个所在，咱的内心嘛，无有培养的迄种的习气。咱那无有安尼的因缘，小有因啦。没有这个呢，不应该是在我变成了在我的那种的那个思考啦，的埋怨真多啦，世间真多，哪会是我这种，哪会是我这个事情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哪会是我呢？这个念头，咱都爱赶紧转啊！就是因为有因呐、啊，有缘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业力现前呐、啊，就有这里正做不如意的代志呢，都是伫我家，应该爱用着真正的啊了解透彻。这个道理，你无做，无去做做，无恶啦，都未受罪啦。就是你有去做恶，所以你会受罪。真的，这种的罪恶是先恶后罪，或者是呢，过去已经做着的罪呢，所以佫当着这种的恶，在不断呢。就是在循环嘛，罪恶罪恶嘛，因罪日得到恶果，因为呢作恶，所以呢得到这种的业报。真呢，真多人讲啊，来人间都是在受罪啦，不一定哦，咱应该呢来人间呐爱做好。不是只是说消极说我来人间就是在受罪，不能这样想。我们应该呢有什么样的业来到我们的身躯里的事，我们就欢喜做甘愿受嘛。过去我们就这样做啊，习气都改不过来啊，好不容易呢当到好的姻缘啊，有这么这么好的的人，让我们可以让改变了过去的习气，我们这当中要把握因缘，不是说、哦、我现在都改真好啊，怎么会还有这些事情发生啊？我们要想说现在我们已经改过来了，我们还有机会让我做好过去呢所做的恶啦，咱这个时阵呢，知影真清楚，所以呢，愿意接受，所以爱真甘愿去接受。过去无所不作，无恶不作，那嘿叫做欢喜做，就是安尼，家己欢喜，家己去做嘛。这当阵，咱应该真甘愿受。